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这名女主播名叫何之宇，因为长相靓丽大眼，被称作小陈平妮。除了播报新闻之外，还要早出晚归，到处跑新闻。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图翻摄自网络。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图翻摄自网络。最近他上直播节目《女神情报局》时自曝自己27岁了，目前还是处女，甚至也没交过男友。坦言不是因为宗教原因影响，自己也很想交，但无奈遇不到适合自己的对象，心想著名缺勿滥，就这样一路缺到27岁。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图翻摄自网络。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图翻摄自网络。先前何之宇曾传出被富二代追求，对方是建设公司的小老板，何之宇则表示两人是在一般饭局认识，从朋友做起，但对对方真的没感觉，虽然他有约吃饭出去玩，但我认为不用浪费彼此的时间，所以也没联络。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图翻摄自网络。大眼女主播方027，节目自曝目前还是处女，身心灵躁动之乎，超想交男友。图翻摄自网络。